好，就因为要选举了，虽然是端午假期哦，但是要选举的人都没有休假的权利，甚至还是行程满档。像是蒋孝严的儿子蒋万安，他一早就到市场去采买，向采买的民众来拜票。要选士林北投立委的吴思瑶参加龙舟比赛超应景，还有身兼家庭主妇的立委江慧珍，她是自己包起了粽子展现厨艺。舒活舒活筋骨，待会可有一场大战要打。台北市议员吴思瑶跟猛男支持者组成龙舟队，第十年参赛，目标是夺冠。即使已经跟 PK 队伍拉出不止一个龙舟距离，吴思瑶还是努力伸出手夺标成功。好，我已经从思瑶妹妹那滑到思瑶姐姐，从美少女一路滑向美魔女。那这十年我们夺过了四次冠军。从妹变姐，吴思瑶也要从市议员进军中央，挑战明年立委选举。端午节不休息的还有他。哥，我改一个包粽，结果你明天好。谢谢谢谢。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蒋万安一早到市场跟婆婆妈妈备票，还巧遇父亲蒋孝严的死忠支持者。第一次哎，在南区的时候。对对。哇，他是在那个林森北路那边给我。民进党还没提出对手，首次投入选战的蒋万安把握时间努力冲刺。即使端午假期跑团行程多，立委江慧珍还是挤出时间亲自包粽子给家人。炒馅料一个个包好，拼立委选举也不忘顾好家人的胃。民新闻综报道。